有人说，每个男孩的心中都有英雄情节。我心中的这个英雄，从小就做着赛车梦。梦是个既浪漫又残酷的字眼。那些酷炫激情的赛车场面，总会让我热血沸腾。然而我知道，现实的赛车世界里，如果没有资金、平台、技术，一切都遥不可及。赛车与我，仅仅是个美丽的梦。直到来到广工，沉睡在我血液中的激情与渴望被彻底唤醒了。身边很多同学加入了各式各样的实践创新团队，而我也加入了心中最向往的广工 FSAE 车队。就像其他学生团队一样，我们也得到了学校的支持。购买赛车零部件、组装研制的资金、场地，学校都给解决了。每当遇到技术难题，还有老师与我们一起解决。看着酷炫的赛车渐渐组装制造成型，我身体中流淌着的对赛车的狂热就要被熊熊点燃了。然而成功并没有那么简单。就在距离大赛只剩10天的时候，我们遇上了大麻烦。控制器烧坏了，车子不跑了。更麻烦的是，我们没钱了。队员们陷入了沮丧。作为队长，我必须为大家鼓劲儿打气。一起在校园散散心，去饭堂用美食驱动大脑，去看场球赛，用赛场上的拼搏精神感动自己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负责营销的队员传来了好消息，足以让所有人都满血归来。这一刻，屏住呼吸，成败在此一举。Yes， 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梦想的大门终于重新开启。有人说，青春美好，
因为青春有梦。有人又说，青春美好，不仅因为有梦，还有一群与你一起追梦的人。幸运的是，我的青春里有他，有他，还有他们。我们以青春的名义整装待发，速度与力量将在最美的时节绽放。